这件文物是北魏泥塑佛面像，它是我们洛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因为出土的时候呢，已经残损，所以现在我们在我们的文物数字化实验室，参考同时期佛教的造像，运用数字化技术对它进行复原。这是我们的文物数字化实验室。 我们在对文物进行研究的同时，也对文物进行数字化的保护和复原。电脑里边输入进去的模型，它直接都打出来。对，是吧？对这个校准，然后如果说有偏差的话，这里边的话还可以进调节，然后就可以打印出来这个佛头。这个佛头已经打印好了，然后你看一下。 这个就是，这么精美，包含了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些纹理的特征，然后复原出来的。这个整体来说的话，精度还是非常精度非常精确了。对，精度还是非常高的。